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2020年转眼就要到年底了，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，全国人民戮力同心，共同抗疫，终于打赢了这场艰难的战斗。离新年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盼望着所有的厄运全部退散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盼望着光明和希望，这样的盼望用在肖战身上也十分妥帖。人生经历过坎坷，才能收获成长。那些勇敢跨越苦难的人，最终会抵达收获的彼岸。2020年第五届电视剧大赏，肖战夺下榜首。在12月1日，2020年第五届电视剧大赏正式开启，奖项共分为三个：人气剧集、人气男性角色、人气女性角色。截止12月3日上午9:30，蓝友查看了最新数据，人气剧集榜单中，肖战出演的《狼殿下》凭借1100多万的票数稳居榜首。仅仅二日的时间，肖战饰演的吉冲力压群雄，他凭借39万余的票数拿下人气男性角色评选活动中的榜首位。对于肖战饰演的吉冲来说，大家一直关注着对这个角色。2020年11月19日，狼殿下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直接放出全集，全网可看。肖战凭借吉冲得到了国内外很多关注。自从227时间过后，仿佛一场疫情席卷而来，一时之间他成为了一个箭靶子，谁都可以朝他谩骂、质疑、诋毁，之前积攒的名誉毁于一旦。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仿佛突然消失了一样，电视剧、网上，哪怕双十一晚会都看不到他的影子。这一次他又带着顶流回来了。在此小编想说，上榜的都是优秀演员和经典角色，不管是不是肖战，我都相信这份含金量。在29岁生日那天，他曾说，战，希望你在未来的一岁里依然能快乐自在的生活，永远看得见阳光，对待任何事情都能保持炙热，坚持下去，甩开烦恼，珍惜当下，谢谢爸爸妈妈，24小时避风港，我要更加努力成为他们的依靠，给29岁的我，也给你们，愿我们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平安喜乐，迎风奔跑吧，公道总会回来。这次他冲破黑暗，迎着风朝我们跑来。疫情期间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公益事业，从不抱怨这个世界给他的伤害。他特意为家乡重庆录制的防疫宣传片，他和众明星一起合唱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他参与录制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 MV《坚信爱会赢》。当时小飞侠们肖战的粉丝昵称也出了许多力，为一线捐款捐物，在此也为他们点赞。12月才刚刚开始，属于肖战的好运也要来了，余生请多指教，也要空降。粉丝乐开花，娱乐圈的明星很多，这两年肖战的颜值和演技横空出世，收获了不少人的认可和喜爱。他最初是凭借《陈情令》的魏无羡为人所知，他和杨紫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逝者之后，肖战饰演的第一部爱情剧，观众们都非常期待。2019年11月，导演吕莹就放出杀青消息，可惜定档时间一改再改，整整一年了，粉丝被溜得没有有脾气了。之前小编被他的高颜值所吸引，可自从看了《陈情令》《狼殿下》之后，就觉得他演技实在是不错的。这是一部根据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，本身具有一批书粉，女主由杨紫饰演。杨紫这几年凭借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等作品收获了超高人气，而且跟她搭配的男主算是演一部火一个，从邓伦到李现，不少网友都说她有火男主的本事。因此不管是从选择演员到杀青的那一天，粉丝们都在默默关注着余生，若是跟狼殿下也是空降的话，那到底会是哪一天呢？目前有消息称，导演把余生的开播时间定在了12月25号，这一天刚好又是圣诞节。小编还是那句话，非官宣不约，但是从目前肖战的流量来看，12月放出的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。毕竟狼殿下也是3年前就已经拍摄完毕并杀青，
一直都处于积压状态，直到2020年才正式上映。正如很多粉丝说的那样，你要悄悄定档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最后，愿肖战归来仍是少年。2020年这一年，我们大家过得都……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